工作很忙，所以我来代替爸爸。爸爸平常是做什么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大货车。哦，爸爸是开大货车的哦。他是我的明星。知道他其他旁边三位也是明星这件事情。知道了。今天要教我们什么？弹唇。弹唇哦。哇。哇，我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怎么用？怎么用？你爸爸真天才，你唱歌好，我感觉足惊讶，你真的很会唱哎。谢谢老师。你有咧惊一个呢？你唱歌气变有够好哎。介绍这个礼拜你的挑战者好不好？这位刺客呢，他是来自台中的小帅弟，掌声的欢迎 ，Miso 吴明硕，有请。Miso， 哎呦。小小歌王第二周霸气对决，我已经替你告别，受伤失败送香味。他们个拳法的小帅弟来，跟大家拍招呼去。志豪哥哥好，昌宪哥哥好，你好，评审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中来的吴敏硕。这个发型是你自己决定的吗？对，好看，好看，谢谢。为什么会想要把头发？烫卷，因为唱歌这样大家都会说很好看，很好看呐！啊，爸爸头发是卷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爸爸不是，所以爸爸就没有办法唱歌那么好听，对不对？听说爸爸也一直想来参加红人榜，是吗？对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啊，他怎么没有来？因为工作很忙哦，工作忙哦，所以我来代替爸爸。Man， 帅、oh. 啊！爸爸原本要参加哪个单元的比赛？擂台。好、oh, ，爸爸平常是做什么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大货车。Oh, 大货车。哦、oh, ，爸爸是开大货车的、哦。啊，那就是必然的问奖擂台赛。哦、oh, 哎，下一次如果有开办，爸爸再来报名。对啊，再来报名啊、哦。对，这次呢，就是我们小朋友先来了。没错。Oh, 你这边每一个评审，你最期待看到谁？雅文老师。哦、oh. 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的明星，他是我的明星，就是偶像啊，偶像偶像。我们这些小男生都很会收买雅文老师的心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不是，他们就是很直接，很直接，很直接的爱。那你知道他其他旁边三位也是明星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哈，好，都喜欢就好了，好，知道都喜欢就好。而且听说你今天要教我们什么？弹唇。弹唇哦。他什么时候用到弹唇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老师嘛，他教我弹唇，他没有教我吹很大声，但是我自己学，慢慢学到很大声。弹唇也变成一种技巧，对不对？那你试试看啊，教我们怎么弹唇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可以开始。哇！哎、欸，真的蛮大声的。你侧面，你侧面，这是你发出来的声音哦、喔。他发出来的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侧面哦，哈，预备。哇，我以为他只是这样子，还要教我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怎么用？怎么用？一开始先这样，撑着，然后慢慢变大声。慢慢变大声就会变高音吗？为什么变更高音？哎、欸，你再试一次，高音是怎么用？你不要用麦克风啊，你麦克风爱熊多加。这 key 很高哎，奇怪，这个好难哦。所以一开始也像我们这样吗？就慢慢练成这样子。对。哦，但是我们不是比弹唇哦，是比唱歌哦。嗯，啊，你准备什么歌曲？天地高地。天地高地哦，赞赞赞！来，冠军呢？最英雄。好的，掌声欢迎两位可爱的小朋友。接着未来方向，
有缘要你做伙，烧酒甲杯那熬出过，青春难离，日子在太阳，找找着理想，勇敢冲冲。谢谢吴敏硕。吴敏硕，老师好。你唱歌什么人给你教的？爸爸。啊，你的外号谁取的？爸爸。哇，你爸爸真天才。啊，你的曲势什么人给你教？爸爸。你不是讲爸爸真无用？爸爸的出头真多。是啊。爸爸的出头真多呢，吼，所以你爸爸无来问奖的，这个擂台赛真的很可惜。你唱歌让我感觉很惊讶，你真的很会唱。谢谢老师。这首歌曲不好唱，不好唱，你唱到尤其是那个掌握到未来方向，那个掌握，哇，那个曲势有够水啦。再来最水的曲势就是你那个手那个举起来，像那小巨蛋登台了，哇，从那个升降台慢慢的升上来，那个气势有够好。为爱烧烧爱感情热，下足勇气当初出游。你安尼唱歌，你有快乐无？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！哇，太棒了！来家唱歌就是爱快乐，自由自在，快乐就好。分数不是重点，安尼对无？对，对吼，哎，水。黄山亮老师讲评。好，米松。老师好。哇，老师有你惊一个呢，你去。唱歌气魄有够好诶，你简直是巨星登台呢！吼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安尼我啊，你诶，我感觉不管你唱诶这条歌，还是讲你唱诶方式，都觉得哇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真正就有气势的对吧？吼，刚刚你别刚刚一九台，刚刚是别来拼赌诶一种型吼。但是我今天很喜欢你的整体的表演，包括你的唱歌。你的舞台、你的台风、整个表情、动作，整个都很棒。老师非常喜欢你今天的表演，好，要给自己鼓鼓掌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接着有请子宏老师讲编，八岁的吴敏硕第一次挑战小歌王，24.3分，冠军，冲！哇！哎呀，24.3分。一样的分数，评审可以再战一次。